이렇게 빈빈빈나 我姐会杀死我。 이렇게 빙빙빙 나라 봉봉봉 내가 지은 이렇게 와라 빙빙빙 나라 반도한다 빙조맨나 내 마지막 의가가 각자 오늘 왔으면 나 마다 시켜보 와라 소리 집앞으로 빼 애주는 라이크 까까킹 아이 와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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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지은 마지막에 배용물에도 저마저마 진보보자 아우 라쿠가 쿠가 빼빼 이렇게 와라 빙빙빙이라라 봉봉봉봉빙빵 이렇게 와라 빙빙빙 빰빰빰빰빰잉나나 신의 사랑이여 오빠 사랑해요 오빠 사랑해 신요 我姐会杀死我，姐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反正你们都已经那个了，结婚。 我个人是非常想要跟他见面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帅。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姐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讲说，在隔离的时候尽量吃少一点，然后尽量做个伏地挺身，然后就是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姐妹都可以大摸特摸，然后还有不要让我们失望。”你姐夫也摸什么？就是因为姐夫才可以摸啊！我姐就说。 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既然有很多他当年的死忠粉丝，就纷纷出现，然后就不断的那个送食物到他的饭店给他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叫他不要吃太多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姐妹都期待看到他的第一眼是欧巴好帅，而不是说欧巴。然后我姐说，你会不会也管太多了啊？就是我姐为这件事。 跟我稍微发了一下脾气，这件事情我也是把我姐惹毛了。隔离的时候还是会视讯嘛，我就一直问她说，你有没有认识孙宇植、李钟硕、张赫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她都听不懂。然后后来我就有弄那个照片给她看，我说这个这个这个，然后她就说，哦，他们都太年轻了，我不认识。我说哈，我说那不然留在一起呢？她说留在一起也她也不太认识我。我姐说你干嘛这样逼她？然后我姐说。 他好像有认识那个《Running Man》里面的哈哈，我说可是我喜欢的是李光洙，然后我姐说你有完没完啊？你把我老公当什么？我还跟我姐说，他如果年轻的不认识，我说李正宰我也 OK 啊。他说请你不要再骚扰我老公了。